我爱就是挑客伊哦，甲伊灌好水，因为安尼你几下拢是我的。那你去哪个房间？我今日一定给你害个天亮。无啦，我要伫遮。伫遮？咱不先去困伫遮呢？因为伫遮安尼较刺激啦，你放心啦。喜欢吗？很爱。待会我让更爱。接下来我才要做的更坏的事情。今日的规则就是吼，我讲你今仔会当偷窥，才会当偷窥。啊，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听话唔叫乖。你故意的哦，讨厌。我好痒哦，是羽毛哦。真是的，不要这样子弄人家了啦，痒耶。有单台哦，才有期待。我爱你算到一百，时间哦，就有一个 surprise。啊，烦人家叔叔哦。无必听话哦。好吧，那我数了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四、五、四、六、七。Rafa， 我一定要数到一百嘛！不想数了啦，我想拿下来了。哎哎哎！无啦，你爱听话啦。你上个一班以后哦，就有一个真大的 surprise 啊！真的哦，真的啦，乖。好。
是吧？五十。冻袂掉啊！餐厅的便所，伫个车顶，啊是伫个休息室，迄就已经足过分啊！今日去见好这查甫人，安尼一网打好。王亚芳，你听好清楚，这人去加班的时阵，是去我的眠床顶跟我加班的。姐姐，等，我来处理啊。啊，搞定你。你不错。我想要去关押片，等下红哥呀。别闹啊，红哥，红哥，来，激死他！来，红想讲，咱伫咧遮，应该是无人知影咱伫咧遮，可能是弄唔定嘛。我去看者。哎呀，莫怪伊啦，咱的节目即拄好要开始，我不住我们聊聊咧。正南，我是亚芳，我知影你伫咧内底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哎，你先冲下啦！你毛大好不好？面包给你吹来啊！你怕什么呢？当然明是你，只要我卖开门，伊无当场抓到，我就用坚持。我跟你无关系。要唔跟我想要去开门？你卖搞我害好不？什么叫做跟你害啊？我本来就无介黄亚柔的感觉，伊来拄啊好啊，咱三个人做一个话讲清楚。下嘛。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我是要来找我的红衫张正南。我拄则有看到伊带你入来这房间，你莫想要骗我。你到底偷偷跟踪我，跟踪偌久啊？我看你这尔辛苦，我拢忍不住要同情你安尼。真正我看过像你这尔袂见笑的查甫人，手人的红衫，搁会出这尔红声？我只是讲出事实。我咧甲你找啊，也毋过我无保证。你人找到了后，是不是愿意跟你走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若是不相信，你家己找。我妈房间直直隔壁。洗身躯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？对嘛哈，我讲会。我见过嘞，你若想要待较久嘞，就较乖。我都已经大起来啊，我当然想要跟你做伙啊。唔管啦，我要跟你同齐洗身躯啦。哎，等我脱开。好啊，卖闹。好啊，你若是不跟我洗啊，我就坐一只等，等你身躯洗好，咱再来做床上活动。你想看卖，倒一种状况，才会去吵到恁妈？你实在是好啊，什么拢卖讲 ，just do it。亚芳，你哪回来？小正南，你真叫我告白更小？我亲家才拄离开尔，你后开就带这查某人回来？亚芳，你较冷静咧。我跟莫妮卡什么拢无做，是好莱坞那边想要修改剧本，莫妮卡来找我讨论的。这种讲白菜借口，连全全都无法度骗过。你即马讲出，你袂感觉你家己足更小的吗？
进前，伫个外口乌白来，搁一下顾路。啥物餐厅的便所，伫个车顶，啊是伫个休息室，迄就已经足过分啊！今日去见好这查甫人，安尼一网打好，真正伤过气火了。叶芳，你听我讲。其实你看哟，嘛真好啊。安尼你才知影，正男对象靠激情啊。你这贱女人，你无资格讲话。你讲啥贱女人啊？你手人的红色青芒大号，讲唔知影见笑。我讲的就是你。好啊，莫妮卡，你先别讲话，我来处理好。亚芳，我知我做真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不过今仔日是一个意外。我到底是做唔对什么代志，让你安尼对待我？你还当这样自私？其实我感觉全全知嘛，拄拄好尔，让伊较早知影事实的，让伊知影伊的爸爸并无爱伊的妈妈。伊爱是莫妮卡阿姨。搁再讲啊，即摆囡仔嘛拢真早熟啊。给我跳开！你给我跳开！你除了阿美人，你搁阿啥？你根本就无才调，你干阿美人尔，而且你用全权威胁正男。我跳开囡仔，我跳开家己，我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。我笑，正男是我，你是凭什么跟我笑啊？正男。你甲讲，你加班的时阵是去倒位加班的？莫妮卡，你要不要去亚芳？你唔敢讲是，难得我替你讲，王亚芳，你听好清楚，这人去加班的时阵是去我的名声顶跟我加班的。你点解？